你为什么会在里面？跟着导航进来的。啊，哪时候进来的？大概六七点吧，然后车子就卡在里面，我在里面弄啊。嗯。哎、啊，要出来的时候。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。身份证吗？嗯。你该去的是咪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许，许志强。啊，怎么会来这边？啊，就跟老婆出来玩。啊，老婆在里面吗？对对对对，在车上。我不过打开哦，电打干嘛去？你用来电上面农庄。上面是那个什么桃花源哦，桃花源休息园区啊，里面都人家私人田地啊。他跑多少都表弟来对。我们要找一下啦，嘿。好好好好。那里面那边本来也有路的啦，有被放水。嗯嗯。